然后那个佛就是走在哦那个水的上面，都那你行光湖在行，我来。顶了，这个最有意思啊。那个佛说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空间啊都有水有风土，哎啊，伊个哦圣佛也认知啊，这个水有风土就是形象，既然是形象哦，哦都会塞去个打，啊咱得爱凝结哈、哦，已经经定啊，咱才会塞打。啊，咱啊，一个底下水的土是有真少，哎、欸，咱无够迄个功力啊，你都停。难道在那个时候在谈那个十二因缘？哎、欸，那个十二因缘，那个佛就跟他讲，哦，很深的。啊，阿难在边啊，拢讲真浅啊，好浅。就是在那个踩水的时候啊，你讲裤兜里贴的真浅啊，好浅。伊在，搁再去打，搁沉了。甲你讲真浅，你搁唔信？他阿难的记性很好，他只要你讲过一次哦，他一定记得。哦，我都很赞叹。讲一届就好哦，像你做伊哦，像你无好念的哦，伊嘛一届就好，拢免阁讲第二届，还两次。我们哦都没有那个能耐，一定要记哦。哎、欸，要要一句要甲记了，我都通讲哦。我个试验过，爱两届，六次。哦，记起来，那个当一下。哦，然后佫开始来讲。哎，佫未记，佫提来看，啊，看佮背啊，足熟个好，佫较放去，吼、哦，然后佫一段时间，佫较提来看，爱六解，才记，无像阿难讲安尼，一解就记个。